谨记我祖父的教训。古琴的生命在于普及，所以他在普及、推广、弘扬这方面做出了他自己的努力。我父亲在80年代初的时候，就跟江南萧王宋景濂录制了3首琴曲，《平沙落雁》、《普安奏》和《七言回》。那么这3首曲子呢，又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呢编制成册，然后向世界的各国机构推荐。现在传到我的手里了以后，那我想我也是责无旁贷。那么我想我在打谱创作，包括教学和演出方面，也做出自己的努力。那么我在弹奏流水之前呢，我顺便讲一下流水的背景。那么流水非常值得一提的，就是77年美国宇航者航天号飞船呢到外太空上去寻求外太空生命的时候，上面呢有一张金唱片，还有钻石针啊，据说呢是可以唱100年啊。那么在录制各国的乐曲的时候呢，那么中国的唯一一首曲子呢就是《流水》被选入，而且外国的专家对这首《流水》的曲子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它是人类的灵魂跟宇宙的交流。《流水》这首曲子呢，大家可能知道，它是一个知音的故事。相传呢，春秋的时候呢，俞伯牙是晋国人，他刚好触访楚国，在楚地呢碰到了钟子期。我们知道俞伯牙是一个士大夫啊。那么钟子期呢是一个樵夫，但是虽然他们身份的差别，但不影响他们成为知己之交。后来呢，钟子期呢他听懂了俞伯牙的琴声，然后他们又相约第二年再相见。后来呢，俞伯牙第二年呢去的时候呢，钟子期呢他去世了。然后呢，俞伯牙呢就在钟子期的坟前呢奏完一曲以后呢，就将琴呢摔了。那么从此就成就了一段佳话，叫做摔琴谢知音。这个是古代的知音的故事。那么我现在也想讲一下现代知音的故事。那么因为古琴很多人相识、相知、相爱。我们西湖边有一个秋水山庄，秋水山庄的主人呢叫沈秋水。那么沈秋水的丈夫呢是史良才，史良才呢是申报的创始人，也是上海的一个报业大亨啊。那么他们夫妻两个呢都非常热爱古琴。那么史良才呢在杭州呢购置了土地，那么造了一栋别墅，那么这栋别墅呢就取名为秋水山庄。那么秋水山庄落成的时候，杭州另外一个叫汪庄的主人叫汪志新，他在落成的时候送了2张琴给史良才和沈秋水，一张叫耳通，一张叫海涛，送了这2张琴。后来呢，史良才呢他在回上海的途中呢，我们知道他遭到了暗杀。那么他去世了以后呢，沈秋水呢就非常的伤心，后来就在葬礼上为他的丈夫呢用琴来送行。等葬礼结束以后，他就将这张琴直接扔到了火锅里面，从此闭门谢客，孤独一生。这就是我们现代的爱情故事。刚才我提到了汪庄的主人汪志新，汪志新呢也有一个外号，称为琴痴。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到汪庄里面去游览参观一下。汪庄里面现在还有琴槽，还有环琴楼。汪志新呢为什么称他为琴痴呢？他要在琴槽里面
他自己的愿望就要收千辛百苦之情。什么叫千辛百苦？他就要收一千张的心情，一百张的老情。他有这样的一个愿望，他的心情，着智的心情呢，多半呢是让我的祖父徐元柏帮他着智的。因为我祖父呢也是一个着情高手，当初呢我祖父呢就居住在汪庄的边上，叫做半角山房啊。那么下面我就先为大家表演一下流水。
带一壶酒和一碟菜，再相聚在一起弹琴吟诗作画。我们就感觉那时候的文人好风雅，好会玩啊。那么在一次西湖乐会上，有一个西泠印社的一个社员，他叫杨英鹏。杨英鹏呢，在这次乐会上面听到了我祖父用一张宋代的万壑松风的一张琴呢弹奏了，以后呢他深深的迷上了。后来呢他想方设法想得到这张琴。那么这张琴的主人并不是我祖父的，但是我祖父呢是经过我祖父修复的。因为我祖父呢被称为琴中良医，很多的琴老琴呢可能年代久远了，有些坏了，有些声音呢可能并不太理想，那么经过我祖父的妙手以后呢都能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状态。这张琴的主人呢叫瞿克芳，也是西泠印社的一个社员。那么杨英鹏想得到这张琴，那当然瞿克芳我们知道，瞿克芳他也是花了重金才求到的这张琴，他当然不会轻易的就是转让。后来呢还是大书画家唐云先生给杨英鹏出了主意，说瞿克芳也是一个爱石子，他说你要去找一些好的石头，那就才有希望。然后呢杨英鹏呢就想方设法，后来找到了积雪石、田黄石，后来拿去跟瞿克芳交换，瞿克芳当然被他的诚心所打动，后来就成就了一段木石之缘。弹琴人呢往往被人称为是一个富贵之人。那么为什么说是一个富贵之人呢？首先我们从琴上来看，古琴在2010年呢保利呢拍卖了一张叫松石坚木的古琴呢，一下子就拍到13600万，成为了世界乐器之最，就超过了很多西洋的乐器。首先从物质上，我们觉得弹琴人如果能拥有一张名琴或者一张老琴，唐宋元明清的老琴，那么称得上是物质上是富有的。那么什么是贵气呢？那么弹琴人经常有着古琴音乐的熏陶滋养，那么精神上还能得到一种很高的享受啊，有一种很好的归属感，也是有一种贵气站在身上啊。那么这种富贵呢，我们说是由内而外的啊，从本质上的也有一种富贵的感觉。所以弹琴人有富贵之气。其实过去有很多的这个跟琴结缘的故事，也有很多等等，包括我们宋代也有很多皇帝，比如说宋徽宗。也是一个爱情诗。宋徽宗呢，他当初呢造了个万琴堂，他又收罗天下的名琴啊。那么他最钟爱的有一张琴叫春蕊琴，作为他的这个镇堂之宝。那么后来宋徽宗我们知道被金人所掳，那么后来呢金朝的皇帝也金章宗也是个爱情诗人，他得到这张春蕊琴以后天天都放在身边，就是死掉了他也要挟琴以葬，跟他一起葬，然后18年以后才从墓地里面重新出土啊。那么然后再在琴界流传。我们弹琴人弹琴可以修身养性，也可以寄托我们的志向，也可以抒发我们的情怀。演奏古琴呢，我讲的对我们的身心呢也是非常有益。那么从科学的角度讲，我们弹琴呢是指目运动。那么指目运动呢，它本身呢就促进人的血液循环和健脑，所以弹琴人当中很少会出现脑部疾病，比如说现在多发的老年痴呆病啊，甚至这种病人就很难在琴人中间出现。我所知我还不知道有啊。所以古琴本身是确实不光是从精神上也好身心上也好
都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多的益处。古琴呢是一个古老的艺术，那么很多人会不会问，就是说古琴那么古老，它会不会落伍？我告诉大家，很多外国音乐家，包括小泽征尔听到古琴以后，他们给的两个字是什么？并不是你古琴落伍了，他们给的古琴是两个字，叫前卫。当然我们不会止语，目前我们还会继续的努力，继续的去创新，让古老的艺术为更多的年轻人所喜爱。我们将古琴走向未来，拥抱未来。我想，好，谢谢大家。